那就是打高等骨锤咯。那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们骨锤很多啊。对啊。啊，问题是我不能打你。就变等。对啊。眼科医师生气了哦。主要打谁说？现在这样。随便打，随便打，随便练啊。没有，就是一直往骨锤的那边打、啊。那就瘴气之骨啊。就是瘴气啊。没有一直瘴气了，你要叫啊。有啊，我现在真要叫了吗？不要，不要吹我。你不觉得大家今天都很急吗？大家都好火爆，真的是。是喝火。火爆脑眼科医师。真的是火爆脑眼科、欸，你是不是病人都对你很差、啊？我觉得是，就是因为这样子。我手是装的。火气大。眼睛才不好。我来看一看包狩猎体要怎么配装。嗨，你们战衣打什么？随便打。他出来了。随便打。好。谁呀、啊？我要顺便挖瘴气的骨种跟那个。没问题。矿。哎、欸，如果你们四把都拿那个未完的冲弩，还要运多久啊？哎、欸，不对，靠！我忘记装地穴跟耐冲嘞，这样我怎么玩？你就出去啊！再会了，重来啊！好，我决定重来了。你等一下还我一张餐券哦、喔。怎么这样？不要那么激进、喔。哎，我怎么断线了？啊？还你又断线了？重开吧，重开，重开。我刚跳出来就断线了。我开哦，等一下。你说要用什么密码？隐私设定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他们没有跑进来。算了。还有很麻烦。抽屉不会区域了。好了。你可以直接，你可以现场改啊。没有啊，他说不用啊。他，你脱离了。我用好了，我开好了。我那时候是不是叫你存装备？你不听，你说你不会换。我真的忘了。你是不是？是不是买背的？我由衷的道歉。所以我的耐冲到底在哪里？我找不到他。见鬼了！我找到了。我要继续找配装。狩猎底，我现在就存，我马上。对，我要看狩猎底的。我今天有看到一篇，超少、哦，超少、啊，超少，找超多的。大部分都是推荐什么底子啊？可是却没有说到什么装备。哎、欸，那我只要看底子就好，推荐什么？有些人是推荐，等一下，我看昨天看的。你不是说你做雷狼底吗？雷狼底不错啊。我是有看到人说浮棉底。有啊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。我昨天看这个，然后往后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你要用参军跟我说哦。好，我还你，我用。好。嗯、你几张啊？一般的参军吗？嗯。雷狼龙底是因为可以吹属性大，属性攻大。嗯，属性攻大啊，那个嘞，浮免嘞。浮免啊、哦，我看一下。免疫异常状态。嗯，好吧，好难决定哦。有一个比较万用的，就直接拿那个岩贼底，攻大又防大。嗯，岩贼。嗯，还有斩龙底啊，有人推荐斩龙。啊，好久没摸你了，摸一下。因为他的响域是不会歇的那一个，好像是。可是怎么配装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配装，还好啊，就轰龙三套不是吗？那是最简单的。对啊。我想做黑狼鸟的长枪哎、欸，不是。黑狼鸟，可是你我好像有调查、欸。你装。黑狼鸟的长枪好像要打力战黑狼鸟呢。你装。那你没得救了、啊。
等你升等啊，我会带你去升。对啊，我就继续升吧。我先去打铁臂护士比较实在。我先看，我去看一下装备，等我一下。有多少？出花。哎、欸，出现魔物有鼓槌、欸，快哦，进来哦！等一下、哦，你们先进去，就直接嗡那只鼓槌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对哦，那个、啊、雷狼龙的笛子很像是一头一个斧头。嗯，我没哦，你还没好，你好了吗？我在里面呢。哦，现在才跳出来。好，我等他过去了。吃饭，吃饭。光虫变好废哦，真的不知道中它干嘛。就闪一下而已啊，闪个爽，闪爽的，那是闪爽。哎，都，这边是荒野，鼓槌的那肉光，下等。生物学者哎、欸，你说你迟到了哦？对啊，可恶！你在那干嘛的吗？让我看到有什么稀有环境生物。对，没错，就是你说的那样。吃的那个稀有环境生物就会增加，比较好出现。柔毛羊只有他有，那大家都会有。他有而已啊，可是他现在进来这间，我不确定有没有哦。你懂我讲什么吗？我懂你，因为房子我的嘛，不是他自己开的。嗯。所以这边的素材已经被我固定。我大熊，大熊会在这边。他鼓槌了。我好像找到他，我的天。哎、欸，对哦，雷狼。那种黑蓝鸟的底子是彗星底，I need my friend。friend 在挖矿。friend，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在跑去鹿山湖挖矿。啊，谁啊？晚点我也要挖鹿山虎啊！我现在要先挖、啊。没有啦，我跑去看有没有稀有的。我靠，那还不揪！我靠，我想先看看有没有。哈，这什么蓝色的哎、欸？蓝色摇曳曼。哦哦，那个不是很长寿吗？哦，最大尺寸。那個、大的。对。没有朋友，我去抓一抓哦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抓过，我以前看过。我想做一个。这边就有人陪我打。来了啦，来了啦，回家换衣服了。你再讲，你再讲，我就继续挖矿哦。而且是去在你旁边挖矿哦。到了，好呗。来了啦，等一下。我现在来巨魔之地都先去。巡回一下，要下来吗？我想开打了。你先去，先打，先打，先打。我要哦，我看到了。啊？哦，这是调查。Okay， 我知道了，来吧。Go go。啊。我他要跑了。我本来会有观众问说，请问集会所号码多少？结果从来没有一个问过。没有啦，因为那时候是跟其他人那个啊哈基他们玩的时候才会有人问。
可是私下小女跟你们玩的时候就没人问了。啊，他们，啊，他们比较有红啊。哎、欸，我的黑红龙出来了。哦，有没有看到右边有跳出一个黑红龙？可是我们不能打、啊。我知道啊，等你们啊，你等你们我就可以开给你们打啦。我没有看到。不是啊，是我的啊。我没有看到。我等一下关台后截图给你看，我翻记录档给你，好吗 ？For you 哦、okay. oh, ，Only you， 只有你有哦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捡石头，我没有投射物，我帮你把它弹弹。我来了，我有了。靠，我捡一下。哦、oh, ，靠。我觉得今天才好像才打过他很多次，有啊对对有一次、啊，好、哦，像我啊，是下午啊，对不起，我按错键了，我现在头晕，我现在晕床了，晕床，对，你现在是尿尿的地方长硬喽。是，尾巴应该软的吧？软的，我已经搓过了。哦，搓的。我还需要打什么风飘龙那些？浮空龙。因为有那个什么，好像营地的素材要用。我以为派小猫去打浮空龙就可以，就那个是上位的。小猫拿盒跟我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还派你家的猫咪出去过哎、欸。它也很背啊。但是步强一点。好酸哦，都中游客。哇哇，哭吧，哭一下就上来了。明天我就不在。啊，来去哪里？开台啊。麦块。哦，我想说你是要出去哪里？那个是二月一号还好，我可以马上回来。哎，不行，我要先跟他们聚餐，聚完餐才会回来开台。有朋友跟跑还可以。粉丝。哇，有粉丝的朋友跟跑还可以。你都没有跟我聚餐呢、欸。你就哪没有？你那时候问你要不要什么吃饭，你说你可能会来啊，结果说太远又不来。我会去，再过几个月就会去。啊，再几个月我可能就没有，不一定会办了，怕我太忙、哦。你看我现在一个月开台时间多长？我只占用你五分钟。不是烤窑啊？是来买个卤肉饭，大家聚一家。哎、欸、靠，有熊二龙啊！刚刚啊。你刚刚说耽误个你个几分钟的时候就来了，他来耽误我几分钟就对了。你、欸、跑掉了，我想再撞你。海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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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道歉了。我想撞他下巴。我看到他斧头挥出一半，我就先讲对不起了。不是他蓄力就很北七啊，你蓄到第二阶是把人家撩起来啊，第三阶才是比较痛的那个啊，会转转转的啊。如果你蓄到二的话，有点浪费死啊！我不解释了，你听不懂。哇，他还呛你听不懂啊？不是啊，就跟你超姐一样，如果有小姐跟大姐一样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啊。
啊，又可以叫小姐，又可以叫大姐，厉害吧？啊，你的鼓槌，鼓槌在上面呢、啊，不要下来，不要下来。像那个龙三龙的装要，你就各种都去挖一趟啊。对啊，他一定要到挖到最大坑的那个才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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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几率一般小坑的就好了。就几率，对啊，几率问题。棒！他真的是。白贼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你是不是用脉冲也有用啊？还是你不装、啊，没格子装？没装，没格装啊。哦，我是一直输出啊。我其实也是舍弃掉了。我也是没格子装啊，我还不是硬拔掉一格子。对啊，觉得有时候。哎、欸，是那个。我。你是说 ni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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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 nice nice nice？ 我跳 nice 过来，我要拉起啊！射你，方形九的。哎、欸，好了，那你也可以。你要撞他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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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突然发现他好像一只巨大毛毛虫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又回来了。好，撞他，撞他。好，好强哦！你刚刚也有放吗？是不是一人在一边这样子跑车？给我下来！贝安安，是孙女婿。贝安安，啊？调查报告。我来一波。
哦，撞起两个，升的意外的挺快的。好，一直打，一直打。我本身很喜欢走瘴气嘞。什么瘴气？我要去入珊瑚，他每次都把我带到瘴气上面再过去。哼。可以啊，邻居。更变的装备。船爪龙，船爪龙，好，好，你叫他船爪龙，呀，船爪龙，好，那我不换太刀了。欸，可以啊，我试试看，我就不信这个辅助道具玩不起来。辅助道具，辅助武器，大胸的。直接走呗。欸，龙三龙的那一套装叫什么？铸岛龙岩。哦，铸岛龙岩。哦，打铸岛找不到。老猎人。他还是你要打？欸，什么东西？你可以打铸鸟龙岩。好飞，铸鸟杀回。你可以先挖，看要不要。对啊。等等，打完。打完这个残爪，我想先确认一下他是不是有的东西，比我想象中的麻烦。哎，我要开枪的跑下去，我这个。哎，你那个是什么舞啊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割武器啊！哦，找到了。他会自己转弯吗？你要自己转了，空白键，让他转啊，放上去。哦。也是蛮帅的啦，有萤火的话。哦，一般的就可以了，也不用打到这大的矿，蛮行。对啊，你就一直挖就好了。对啊。有人躲起来了，你在抓什么？没有，我是先穿起来。有伊曼，我要改那个，我要改那个名称。常用字句嘛，对不对？自由，集成成功，还有什么？飞翔爪造成伤害，有。编辑造成伤害了，那叫什么？剁丝。嗯。在哪里编辑啊？那个常用字句 ，ESC 常用字句。我找一下，好有了。看看那个，自动的吗？对，自动。编辑。可以演文字欸，我要演文字。飞翔爪成功技能，自己以外的玩家击倒魔物倒地时。上他！上他！啊？好了，还有什么可以玩？哦，争夺地盘人机，赞！欸，不对，你又倒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是要打什么？我又倒了，我现在正要找他船爪。哦，我看得到啊。那是因为我捡好金鸡了。你在那边嘴。那就交给你了，谁捡的金鸡谁打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、欸，
你的星辰肉干有带齁？没有。好。啊，也是啊，采集类武器去采采就星辰肉干了，在我这里。我上喽。T， 你怎么不等我？撞嘛，你在撞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们欠了。你看你啦！你看你啦！哎，他拉一千过去了。好可怜。再转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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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白痴哦，我不能太刀，等一下。哦，好好，可以。没事，被我吓跑了。结果他们还一样掉分走，或者会掉。星辰肉干吗？高级的肉之类的。哎，他刚刚那成功了。你说灵脉生肉之类的吗？类似。等你打磨它。啊，我不该。哦，还好还好，我有流尸体。上任喽！啊，我来了。声音从下面传来的，哎，好妙哦！我困了，他也睡了，他睡了我，我也睡了。嗨，我真的不会玩太刀了，哎，哎，这边不能撞吗？哎，就撞，哎，怎么好像不能撞了？我真的不行嘞，这边不能撞，要下面有地的。嘿、hey， 他怎么走的？完了，我真的忘记怎么玩断了。那是你的张力升等，有升等了，看到。
差点放生肉出来。干嘛要放给他吃？是不是？我想吃星辰肉干啊。有撞。没有啊，怎么了？要嘟了你的声音。